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，低薪水、高通货膨胀，大部分人的死薪水甚至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。因此，学习投资理财是你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我曾经和大家一样是散户，但我用20年时间累积到现在的成果，也透过教学帮助非常多学员买了人生第一台车、第一间房。我是小哥，曾经是学校老师，为了拥有自己的时间带爸妈环游世界，选择用投资迈向所谓的财务自由。这次我决定与 PPA 一起开这堂全方位财经投资课程实战大师班，就是要将我这辈子会的都教给各位，让你无论在熊市牛市做多做空都可以赚钱，甚至许多独家的技术筹码分点抢地板股我也将不尝试的教给你。很多人问我，都赚这么多，那么辛苦干嘛？说真的，到这个时机，赚多赚少都不是重点，是自己有被需要、有价值，可以回馈给大家，这才是我此阶段最重要的任务。其实这么多招式，你不一定每一个都要非常厉害，但你应该都懂一点，你才可以更全面的了解与思考这个投资市场。像我会推荐退休族操作低风险高报酬的 CB 就好，年轻人因为有本钱可以操作较高风险的当冲、期权、台指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都能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。你知道除了存股还有高级的存股吗？你可以用股期的特性，用更低成本的方式存到更高的报酬，这些受用的投资知识我觉得都不难，但过往学校根本没人教过，如果你没听过真的很可惜，你只是需要有一个人提点你。相信大家都希望有一个不为钱烦恼的那一天，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，而这堂学校没教的投资理财课程将会大大的帮助到你。我是小哥，欢迎加入我在 PPA 的线上课程，我们课堂上见。